欢迎，超意思，客气，一会儿，喂，客气，漂亮，小花，在，准备，节目，停，叔叔，礼物，挂，先，朗诵，手，同虚。对，电子游戏，龙，好听，对，小朋友，可爱，找卫生纸，建议，标志，还，以前，家庭主妇，小学，年级，上。幼儿园，起床，早，要，送，出门，扔，垃圾，光明馆，参加，哆啦 A 梦，自己，房间，作业，辛苦，田中。报告，饭馆，在，习惯，生，有的，能，生鱼片，餐厅，别的，安排，会，放心，还是，别的，酒，多啊，没意思，原来。怕，告诉，劝，带，担心，各位相识，遇到，非常，高兴，到，社会，乐，一直，找，继续，以后，再说。两人生子，桃子正好放在背道合作已经对了解国内情况丈夫打电话高桥乐三观工程宣传先进管理客户应次合同参加会议名上国际拿晚饭北京烤鸭一边网络相识宴会地白酒茅台酒杯醉纸路上煎饼司机总小区饭店一切结束打算天安门基本上顺利过闹些一些笑话练习发音录朋友住进办事处简短公园立德哈哈笑准简短重要才多今后学好聊口语会帮助各位生子从来过茶馆老喜茶馆欣赏传统艺术老师作品茶
受伤，看懂原文干货，更不拘两文生词，前面一旦老山区老字号，根据话日茶馆起名店解放前老风格上演豪级京剧相声模式等等表演留下深印象。复原生词有用就要对意王和金心意别急，如果好好听话鼓励乖家务洗澡前一天周时间间热闹旺挂字光盘，然后东安西江聊午饭，那里小鸡街全国各地开心一席望不稳生子渡边依旧努力路后差不多比如故宫了层层变化各间老人生子第二天要一种安排紧要命仍然坚持记日记主动交谈收获个人生词又拿文件走在待下雨一半中方方微信彼此办法注意身体关心研究生实习问题奈良印度陪研究花紧张阴影应付浏览愿望期限盼望早日到来请律师要求欢迎由美古江早日新干线舒服要看见复习生建筑程序向西安庄和湖姑娘清水素其中南山周总理纪念碑留学后来革命做为了纪念修建我姓李，宁玉姓，我姓阿伯，他是什么？他姓王。你忙吗？我不忙，你呢？我很忙。请坐。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请喝茶，谢谢。
这是什么者？这是无伦者，天好乎赖藏岗。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的电话号码是381-4-3590，请再说一遍。您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7月24号。他是谁？他是我朋友。他是哪国人？他是法国人。他语是汉语吗？不，他不是汉语，他学俚语。你家在哪？我家在横滨。你家有几个人？我家有五个人。都有谁？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弟弟妹妹，先生太太，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你去哪？我去新宿。你去新宿做什么？我去新宿买东西。你买什么？我买衣服。你去什么？我去念你呢。我去找饭。你喝啤酒吗？我不喝。你喜欢看电影吗？我不太喜欢。我的爱好是大保龄球。我也喜欢大保龄球。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公司职员。你在哪学习汉语？我在丽江学院学习汉语。你的汉语词典真好。哪里哪里。你看，这是我的朋友，他是哪的人？他是北京的，他很年轻，是不是大学生？对，他是大学生。他的专业是日语吗？不是，不是日语，是计算机。你们常常通信吗？对，我们常常通信，真羡慕。我姓阿布，叫阿布尤美。我今年18岁，是釜山大学的学生。我的专业是经济，我的爱好是听音乐。我喜欢听流行歌曲，我常去卡拉 OK 厅唱歌。我每星期二在大学学习汉语，以后请多多关照。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半出门。我们公司9点上班，我下一刻9点到公司去。中午我和同事去外边吃饭，下午5点半下班，但是常常加班。我8点回家，9点吃完晚饭，12点左右睡觉。明天你有空吗？明天公司放假，没有事儿，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玩好吗？太好了，我们怎么去？开车去怎么样？好啊，我们在这见面，饭店上见面怎么样？好，几点呢？早上8点可以吗？行，早上8点，东京站，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尤美问王丽，明天有没有空？王丽说，公司明天休息，没有事儿。尤美约王丽
1919迪士尼乐园王管理很高兴，他们明天早上8点在电竞站见面，开车去迪士尼乐园。下期谁的照相机？是我的。你的照相机又少又轻，多少钱？20000日元，比你的便宜，你的我的便宜，性能好吗？很好，非常方便。明天我去迪士尼乐园，借我一下好吗？好，别忘了我们的礼物。这是你发的数码相机，又少又轻，性能很好。他的照相机比大朋友的便宜30000日元，样子很漂亮。明天有没有去迪士尼乐园？他对李花说：“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好吗？”李花说：“好，别忘了我们的礼物。”好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还可以，你呢？我最近很忙，常常加班。你每天都去学校吗？每天都去。我每星期三、星期五学习汉语，是吗？你在哪学习汉语？我在立中学院学习汉语。汉语难不难？有点难，例如也很难，但是很有意思。我是公司职员，在贸易公司工作。我现在很忙，每天9点上班，5点下班，常常加班。我每星期三、星期五去立中学院学习汉语。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叫李花，我常跟他说汉语。我有两个孩子，男孩今年7岁，女孩今年4岁。其实我常跟孩子们一起玩，有时候跟家里人去外边吃饭。你们是学多少学生？有500个学生，那么多。他是学习汉语的学生吗？不，我们学校还有中国的学生。你们常跟他们说汉语吗？常说，有时候他们跟我们说俚语，他们说的汉语你都懂吗？不太懂。你有汉语字典吗？没有。这本字典很好，送你吧，太谢谢你了。当兵，这是小林的学校，他们学校有很多教室，每个教室有20张桌子和20把椅子，还有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机。他们班有20个学生，有12个女学生，8个男学生。他们星期三、星期五有课。他们学校还有一个图书室，图书室有日文书，也有中文书，还有很多中文杂志和录像带。小林常去图书室借书。你们学校在哪？在饭店小酒站附近。周围有什么标志？学校手右边是立中友好会馆，周边是后乐园。我朋友的宿舍也在后乐园旁边，是不是后乐园？对，你怎么知道？后乐园就在我们学校后边。下星期六我去朋友那，有时间顺便还来我们的学校看看。好，我已经去。听说附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是啊，一个很有名的游乐园。我们有时候去哪儿的保龄球？我们学校离饭店走就像不太远，
学校附近还有几个地铁站，交通很方便。学校后面是后路呀，那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一种友好会馆在学习右边，那有两个餐厅和一个展馆。学校左边是有名的后路园，对面有一个运动场，东京棒球场也在学校附近。我常跟朋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我有两张电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怎么样？好，太好了！是日本电影还是外国电影？是香港的新电影？香港的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都是说，那是一部喜剧片，那我一定去看看。小林，你将去看电影吗？想去。看电影是我的爱好之一。你还有什么爱好？游泳、爬山、旅行。下个星期六我将和朋友一起去滑雪。你的爱好真多啊！我现在还想去弹钢琴。你还有时间学韩语吗？小林的爱好很多，他白天从工作，晚上学韩语。休息日他也没这么忙，一年四季他们一家常常去外面玩。像今天去海边游泳，春天、秋天去爬山，冬天去滑雪。参加的时候他听音乐弹钢琴，有时候跟家里人一起去唱卡拉 OK。 小林觉得他的生活很愉快，但是最近他有一个烦恼，这就是没有时间复习。喂，我是小林。啊，小林你好。上次说的电影咱们休息了，咱们就看啊，下星期六怎么样？我想买气候都行。啊，对了，我朋友也想选就看，可以吗？当然可以。咱们看几点的？下午我要去新宿买点东西，咱们看下午的吧。可以。听说其他有一个新电影吗？你印象特别特别好。是吗？那就去那个电影院吧。好，一点在期待站东口见面，好吗？行，就这样。下星期就见。下星期一点在期待站东口见，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小林有两张电影票，他约中国留学生李华一起去看。电影是香港片。小林给李华打电话，跟他商量什么时候去。李华星期六下午要去新宿买东西，他想看下午的，期待有一个新电影影院，他们决定去期待。他们约要下星期六下午一点在期待中国见面。今天来看的人真多啊！最近中国电影很受欢迎，是吗？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呢？这个电影故事一些不代表人，不过演得很精彩。男主角是香港的明星，女主角呢也是香港的演员吗？不，她是北京人，也是有名的演员。那个儿童演员演得也很感人，真了不起。电影里的汉语你都明白吗？他们说的很怪，我不太明白。他们最近中国电影很受欢迎，这一天去看的人非常多。因为我和李爸去的比较早，座位不错，看的人很清楚。我们看的电影是的香港的拍的喜剧片，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中国的明星，他们常常去外国工作。我觉得那个电影很有意思，
隐隐隐当都很生动，可惜你话说不是境界不带当人，隐隐的汉语说的汉很怪，我不太明白，觉得很遗憾。这道菜怎么样？好吃吗？还行，不过我的做的菜很好吃，我太太做菜做的也很好，下次来我家再尝尝她做的菜，她怎么样？还可以吧。你在家做蛮好不吗？不想做，你叫我这几个尝尝好吗？当然可以，听说你太太也喜欢汉语，一定说很好吧。他刚是说的还不太好，但是很喜欢说，是学汉语就要多学多听，我们老师也这么说。他们小林的爱人叫杨子，他也喜欢学习汉语，现在他学的汉语还不太好，有时候小林教他汉语，他们常常用汉语谈话，觉得很有意思。杨子做菜做得很好，小林和孩子们都很喜欢吃。下星期天李怀要来他们家，杨子想点他做里面菜。杨子不知道李怀喜欢吃什么，问小林怎么办。小林告诉他，李怀最喜欢吃饺子，小林的孩子们也很喜欢。他们决定下星期天一起包饺子。你好，你要你什么？有新开张空心菜吗？有，我们叫的菜又新鲜又便宜，来一把空心菜，一盒皮蛋，空心菜300日元，皮蛋700日元，螃蟹多少钱一斤？一斤1600元。我买五斤，能便宜点吗？五斤4500，怎么样？好，我要五斤，一共多少钱？一共5500日元。你才是10000日元，叫你4500日元。谢谢，谢谢，欢迎你再来。李芳有一个妹妹叫李芳，她在北京工作，是娃子一起演的经验。今天他要在家做送李本来的客人，他想给李本客人做红烧鱼。下午李芳去农贸市场买菜，现在我们跟他去看看中国人他们卖菜，他也您的约没怎么卖，一斤10块，价钱多少钱？3斤30块，虾呢？1斤20块。我要吃这条鱼，再来一斤虾，能便宜点吗？40块怎么样？能再便宜点吗？好，40，太谢谢你了。